想要做好生意，最重要的其实是一颗平常心。身为资深老板，开过不少餐馆的梁天早就把这项事业做成了兴趣。第几家店了？哎呦，我自己也忘了，但这个应该是正儿八经的一个。那我知道他开饭馆，他有这一号，他有这爱好。当初梁天的餐厅开业时，不少圈中人赶去捧场，制造的声势不小。但是梁天办餐厅除了商业上的目的，还有一个私心，就是为自己的影视公司搭桥铺路。我觉得影视是一个集体项目，需要大量的这个朋友，人气，所以我就把影视公司跟餐厅搁在一起，是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这样的话能结交很多朋友，探讨点那个业务上的事儿啊，我觉得提。